我们就是生成我们的 panel，就是这是我们示意画的好的。那怎么去生成？我们只有点这个就可以了，game，因为这上面已经写好了，这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它不是系统自带的。好，再开这个 stream search 里面，你看就出来了。panel 和 third bottle，这就是我们示意画好，就是打包成个 third bottle 的。然后我们就可以调用这里面的创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封装接口。那封装个什么呢？封装个 resource manager。那 resource manager 我们里面，因为这个里面东西也很多，我这里面只给大家写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只用到了一个，好，一开始我们写几个头文件，就是 这一个。它是继承于 MONO 的。那接下来我们定义一个字典，就是用于保存我们的示例化对象，就是那个 third bottle 这个 sherry string 是个名字，这就是 third bottle s map 等于 new。这一个，那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加载游戏对象就可以了，就是 public third bottle string name，通过名字去加载。那如果看看它是否里面有的。这个就是为了防止我们每一次去实例化，去那个创建，并且它不等于空。如果保留，并且它不等于空的话，我们直接返回就可以了。就是 m.name，就是个三十八的。那否则的话，如果它没有，这里面有的话，没有的话，我们就创建。那第一个，我们 byte stream 声明一个字节，有个 third bottle SSE SET，我 third bottle 等于空，声明几个局部变量，然后地址，这个就是 util 点。data pass 加上 name 点 to learn，把转化成小写，然后点 third bottle，然后读取出来 stream，等于 file 点stream 等于 file 点 read bytes url 这是一个 file 的，为什么没有显示？是不？哦，我们有一个没有写，就是。L O，这样就可以了。就是定义一个这个字典，用于保存我们的，然后
stream 以后就是 battle 等于assert battle 从内存去创建不用这个函数，用这个另一个 stream delta stream 如果 battles contains key 保留这个，如果它有的话，如果它有的话，这就返回 battle name 等于 battle。否则的话 battle 点加进去，然后做完了以后就返回 battle， 这个就不需要了。这就是我们的 resource manager。当然你也可以写这个，因为为了让它显示出来就是 void start， 就是 resource 这块就封装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把我们的 obj manager 就对象，因为这个是用于加这个事儿八道的，那具体的我们就要通过 obj 去创建，就是 obj manager 具体通过它去处理。这是我们另一个管理类，那这个管理类里面我们use cterm， 可以用这个字典，这就是 using unity.ui， 它也是继承于这个 mono，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定义这个变量，这个 sharing就是 string assert battle 就是 new assert battle， 还有再定义一个，这个是用于保存我们的对象的，就是我们可以将对象进行隐藏显示 game object new public， 首先我们可以接个接口，就是获取到我们这个 panel， 通过名字这个就是如果 obj contains key 保留这个名字，那我们就返回 name，那否则的话就返回一个空，没有，这是对于提供接口。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设置一下我们的 panel， 就是我们加载的时候要把它位置都要设置一下，那么写一个接口便于我们去设置，这是第一个 game object， 就是我们要发现我们的查找对象，就是这个对象 keywords就等于game object 点 find s keywords， 然后还有一个就 reset transform，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就是对应这个 reset transform， 它的这个位置我们要设置，我们要去设置一下 rect 等于 obj 点 get component 这个主件，
transform 啊，它的复利就等于 canvas transform， 还有它的缩放值，就是 vector 3.11， 还有它的位置 position 等于000啊，锚点这个最大值一块设一下吧，就是2.y 啊等于 y.y 那 zero 最小值是个零，就是 zero 德尔塔值 2.0000，这个接口就是便于我们去调用的，可以去。那接下来就是创建对象接口了，就是 public game object create add load obj， 就是 string name， 这个我们可以弄个空，就是如果这个其实我们要加写一写吧 resource 这个我们要用到这个 resource manager 这个fake 的接口，然后我们下节课我先把这个先写上，我们下节课给大家把这个接口的对应这个接口 get manager就等于一个 resource manager， 就是 resource 这个，就获取它的对象以后，这个 third 八道，就是它就可以用这个 load 八道去把它名字从名字下载进来，然后我们弄一个 game object。声明个变量如果八道等于空，返回个空也没有，否则这不否则，如果obj name 不等于空，就是 prefab 等于八道 load assert， 就是 obj name type of game object， 同时强制转化一下 game object， 否则的话prefab 等于，就是已经有的话，如果已经有的话就是 make cert as game object， 那弄完了以后我们肯定要实例化 game object go 等于 intent prefab as game object， 加载完了以后就把这个镜像给它卸载掉 false， 那得判断一下，如果 ab dic 点这下面有吗b dic 点 continue the key battle name， 如果它没有保留的话 add battle name battle
如果contains key bottle name 如果不保留的话，就是这个对象 d add 对，又用个 bottle name 吧，把它名字加载进来，这就是 go 实体化的对象，返回个 go， 这是创建加载对象用的。那我们还可以写一个接口，就是卸载所有的 ABB， 就是那个 author bottle public void unload alab， 就是我们供所有的去调用，就是 for each， 就是 author bottle ab in values如果 ab 就是 ab 点 unload false， 就现在所有的。那下面就是你看我们写的这个加载对象，我们也可以写材质，就是我上次写了 me material create add load mat string， 这也是一样的 name string。 那其实我们就是你上面的接口写好了以后，这个我们可以拿过来啊 C， 哦不等于空的话啊，那这个就又改一下了，这个叫 material，这个转化成这个 material， 同时它有就是 material， 那这个就是 material。 material 啊，这个就不需要了。那 go， 啊 ，DLE， 看，这是那个加载材质。还可以加载，就是我们替换精灵的时候也可以，就是 public spirit， 其实举一反三，这个就可以 load spirit name string 等于空，然后把它再复制过来，改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是一个精灵，就是一个 spirit， 看了吗？把它 c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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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用太细的。这样就可以了，就是 spirit。是不是很简单？啊，再写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字放上去，就是 public void spirit， 就是把这个精灵放到这个对象上。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对象，string 啊。name string obj， 就是把这个我们的材质加到对象上， spirit 等于
spirit， 那就是 bottle name obj name， 那然后获取到这个主界就是 image， 因为我们这个就不是 spirit 了， spirit 就不是那个 spirit， 是 image。那这个可以了，把这一块去掉。这就是我们那个 OBJ Manager 这两个。那接下来就是下节课吧，给大家写一下就是我们的 Fake 的就代理那个。好，这节课先讲到这里。